啊，我们结婚前交往的时候，我有开始煮菜给你吃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天我们就把那个重温旧梦哈。好，我觉得你的披萨带回来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做酵种。好，我们这边1.5茶匙的这个 yeast， 然后呢，温水。温水要半杯，那我们这边呢糖啊2大匙，然后还要加一点点面粉，好不好？加一点面粉 ，OK， 这样保证会发酵比较快，可能5分钟就发酵了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呢，我们来量这个面粉哈，这个面粉呢其实高筋很重要，对不对？披萨这个皮要好吃，一定要高筋，高筋我们要用到150。然后那个中筋我们用75g， 今天这个分量是一个披萨，一个12寸的披萨 ，OK。可是呢，我请 Claire 改良一下，今天加了全麦面粉75g， 会更有那个面香 ，OK。那当然我们要加奶粉，然后呢，我这边蛋半个蛋就好，倒。然后呢，我们要一定要一点点盐巴，海盐。半茶匙，我们不要太咸，可是呢，它可以让那个面皮啊，也是会更 Q， 对不对？好的，嗯 ，OK， 好。啊，油 ，oil， 哇，1大匙 ，extra virgin oil。我先用低速，1大匙就好了，对不对？看均匀就好。好，等一下哈，发酵了没 ？OK， 你看，哎，起来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哈，就是把它加进来。我以前都用手擀的。我做给你的是自己手和的，怪不得我吃了很难忘，一辈子都难忘。现在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，20年前，所以现在用机器代劳。好，这边给你打哦，我继续来做那个黑椒酱的一个材料哈。哇，你这个面团对打到一坨，一定要手擀一下哈。OK 吗？加了多1大匙的水。好，今天这个黑椒酱哈，一定要用白洋葱。OK。今天这个哈要小丁做这个黑椒酱的一个甜度要偏胖的 ，OK， 我这也差不多这样一个小面团很光滑。我们先把这个黑胡椒100%的黑胡椒哦，不是有掺别的东西哈，锅子有点水柱慢跑，给它烤一下 ，OK， 因为它会很呛，所以呢你用小火烤一下，它的香气，因为如果你用很多的油去炒，有没有？它会吃很多油，所以我们先把它烤香。OK， 这个你今天的天气可能要发个1.5小时。嗯，对。先烤是好的，你的黑胡椒酱哈就会更香。OK， good， 我们把它倒下来。你看冒烟了，可是不要给它苦掉。OK， 我们现在呢用一点点 olive oil， 然后就要炒。所以你看自己做的黑椒酱完全啊是 very healthy， 因为很多这个洋葱奶油哦，这个时候才加，因为它就不会黑掉了。那现在呢让它这样炒，让它融化进去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要一点面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黑椒酱要裹在我的披萨，所以它要有点稠稠。好，那我们就是把这个黑椒哦，刚才不是有烤过的黑椒，因为有时一起一个时间炒，你把它炒起来 ，OK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加一点糖，然后我要加一点 red wine。哇，你这一锅黑胡椒酱，然后一定要有酱油香，黑椒酱就是要有酱油香。那因为你有炒面糊，有没有？它就变成会稠稠的。然后我要1.5杯的热水，然后我们还是要给它那个稍微哈炖一下下哈，让它稠起来。好，那现在我一定要哈小火给它炖个3分钟，马上等一下会变很稠。那我们呢，你的披萨我们还是要等它发，马上回来。哇 ，Mom， 你看我的酱已经鼓鼓了。对，这个味道让我越来越想。对，可是要吃牛排。有些人喜欢那个鹿味的蘑菇。好，现在加下去有没有？它就会鹿味了。然后我们现在给它滚一下，因为是切片哈，所以再给它滚了，然后再小火一下下，大概3分钟就好了，这样就滑滑了。OK， 我看你的披萨皮。来，给你看。
我看，哇哦 ，good， 全麦香。我们先倒一个出来。大概我们做一份量啊，可以做到那个。刚才做，刚才做半份是一个，一个。这个披萨应该是不用怎么擀得很美的嘛，就这样压哈。我帮你甩。不用甩，不用甩。好，我甩这个。来转转转。我脸遮起来好了，你爱玩没？OK， 好，那我现在放在里面给它醒，因为我今天哈是黑椒的料都炒熟了，所以我要先把这个饼皮呀烤熟，再把料铺上来。那这个锅不能热哦，你一热那就我要让等一下开火，让外面慢慢金黄色，让里面的面皮熟，所以千万不能预热，完全冷锅。我跟你讲哈，我还要再给它醒个三五分钟，等一下我再开火 ，OK？ 你看它现在又烹回来了，干了，它又给它醒一下 ，OK？ Good。那我们，然后呢？你看，我们还是要照样放洋葱 ，OK？ 然后把这个芦笋片，我没有切很厚，因为我是深深在烤它 ，OK？ 那照样我们要铺 cheese，OK？、Okay？ 那我们这个 cheese 把它盖上去。OK， 可是呢，重点是 cheese 不要把它掉到锅底，掉到锅底它就容易烧焦。五分钟，开400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啊就可以来炒料了。我们先把这个蘑菇放一边，然后把这个菜放上面，然后把这个牛肉，黑椒酱有咸度了，所以我们的盐巴不能加太多。OK， 那这个甜椒，那我这边呢？要加一点黑椒酱了，加在牛肉这边，让它牛肉吃多一点黑椒酱的味道。就完全哦，就是要很快速，因为这个牛肉哈、哦、，OK， 好了，这个菜不要过熟，这牛肉哈、哦、不腥了，妈咪，很好，可以补血。哇哦，你看， yeah！ 我要加这个。把这个黑椒铺上来。没想到创意的披萨现在什么都可加，可以纯粹吃水果，也可以纯粹就是人家爱吃的黑椒牛柳。对，然后再帮我铺去试一下。好。哟，你们没吃哦。哦，然后呢，那个给它融化，我们再来喷。OK， 可以了。嗯嗯。哇，哎，你这个哈、哦、，jumbo。jumbo。哇，哎，快，好厚实，耶，这个真的 jumbo， 我要看一下下面颜色会不会烧焦了。啊，很漂亮，赶快。好了，这是比较镜头可以比较容易带的方式。不是，你这烤起来的香气有牛肉焦香。好，来看看，来看看，好了，我这个做比较厚。啊。少了一味，少了啊！意大利香料、辣椒粉，意大利香料呢？辣椒粉，拿一点意大利香料。哦，好了，好，不要太多，不是这样子，太多了啦！哇，男生就是这样，永远都不满足，总是要多一点，多一点。就是工作很辛苦吗？对，吃可以满足人，所以要吃得饱足，吃得过瘾。你来切吧。我要看我的皮，我今天擀得很厚，很 juicy 的哦。哇塞！如何创意披萨黑椒牛柳？我看，不错啊。我们炒黑椒很辣，不辣，可是有味道，够味，好吃。我吃这个牛肉。
结婚前呢，我们刚交往的时候，你第一印象最深刻我做什么好菜？先把糖融化。对。不是啊，糖融化在温水里啦。糖融化，其实也 OK 啦，你加在里面，好不好？加在这边。我不要加在那里。我十五年前的记忆。好好好。这边。